GNSS 即时动态定位系统，是国内第一套完整涵盖全国范围的即时性动态卫星定位系统。使用者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公分精度等级的定位服务。自1998年系统正式营运至今，持续提升服务品质，并陆续与多个机关签署测绘服务合作协议，辅助政府机关加速建制完成各类国家级基础资料库，对于促进国内基建发展、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大贡献。